第37题，小蓝以红笔在白纸上写字，放在阳光下，接着戴上蓝色镜片的太阳眼镜观察纸片，看到的情形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的白纸会反射所有的光，阳光有所有的光照在白纸上，反射所有的光，那么蓝色镜片只让蓝光通过，所以白纸只有蓝光通过，所以看到是一个蓝色的纸。红笔呢，只反射红光，所以呢，红在阳光照射之下，红笔的字只反射红光，但是蓝色镜片只让蓝光通过，所以红光穿不过就没有颜色，就变成黑的，所以看到了黑色的字。所以第37题问我们说，看到的情形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蓝纸黑字。